九杠二有点厉害，九杠二胜率81。哟，上来了，这象必须得打呀，不打就怂了。好七平八吧，我去，好七，这招走的，学一招没见过，山顶才第一，我才真是惊了。我吓傻了，看来我要尿了，不，这是要干我呀！但我没觉得他这棋有多厉害啊。车七平六，车七平六，他可能会车一平四，没有用啊。车七平六，炮六进二。我在想，这棋是换了呢，还是怎么炮八退二？换了有点怂啊，但怂呢也问题不大。炮八退二是个什么情况呢？好像也没什么情况。不，这步棋要才有中兵啊，不是彩兵，车七平四，车一平三，是不是要干我呀？但我感觉是要不是这棋，彩兵再说彩兵的问题，看看他的神仙招吧。我还没看好这个车往哪跑呢，车七平四，他要干嘛呀？车一平三啊，马五进四啊，他看不懂啊。丁马他车一平四，反正这棋吧，你就真的是看不懂啊。是车七平四，车七平五，可能他都是要走马五进四，我感觉。车七平四，它还多了一个车一平三的可能。看不懂，多半是好棋。我去。怼这儿来了，那意思就是士五进四，他走马五进四，是吧？弃子攻杀，看得我有点虚啊。我炮八平五行不行？对啊，炮八平五他车一平三吗？还是先顶住吧，赶紧先顶住再说。车一平二，车一平三，不知道啊。
狙击平二，这俩炮怼在这儿，真的就感觉就跟敢死队一样，不想回去了。炮八平六，炮八平七。打了呗，打了车二进六，黑棋肯定，我给他试了，我怀疑他要踩我底士啊，我有点受不了他，我还是打了吧。炮六平二，现在我这个炮不好，位置不好定位啊。象飞不起来啊，现在。飞象炮三进一吧，这棋是得好好学学。一步掉了300分，废了吗？就说是说我这棋已经交了吗？炮二退三，真刁钻，这干嘛来了？马八进七，炮二平五将。受不了了，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快给我干死了已经。炮六平五，他也炮二平五。反正不是跳马就是平炮。这没办法，跳马他平炮一将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补呢，这棋。做出啊，一顿突突，真是一顿突突，给我突突晕了。做出吧，车二进六，我就车四平六，死挺。感觉不一定挺得住。我车四平六，他也没有可能车八进五啊，太仙儿了，这棋下的。我真感觉他要车八进五，车八进三，车八进三打过来怎么着呢？炮五平七，是炮五平七，我飞线，他冲冲兵，真弄不过他，飞线冲冲兵，废话，我能下得过他吗？山顶赛第一真厉害，好好学，好好学。这棋能看懂就不错了，不用说。我操，马七进六，太好了，下了。这棋输的心服口服。
就是能看懂就不错了。刚才说明看都没看懂，下的真好，这题输了也高兴啊。曲线四基本上他炮七推，他还有各种手段应该。其实输了也开心啊。这必须服啊，心服口服啊，这棋，心服口服，不能不服。现在下底炮，他可能要车八平一吧。马七退九也不行了，马七退九是车二平一了。好棋啊，学一盘，这棋没白输。打中兵，他会不会走马六进五啊？车八平五好像也可以，下的太好喽，输了，复盘一下吧，对，给大家回顾一下啊。